的薪资真够啊！这都没怎么有心跳，他就跑了。哎哎，这都打着了。不是，你都傻了。他是残血真敢扯呗，残血做自己呗。
胆子是真的大呀。说不开，这波血赚。100%卖了。VIP 魔术师不会有人救的。我那我带了个四伤，我就踢个机子，我再回来。一号红毯，小门目的。开心吗，先知？准备去了。都不认的事情无所谓了，我给你拖，然后把你挂到一号机，我锁三连去，怎么也赢不了。
选择人工封窗，狂按空格就完事。我还没看见这个乔老师这个蹲着，放弃了。空姐怎么朝着我这边跑啊？先别看他。追！差点一套把他带走。三手蛇，这波他翻出去了，不能贪，贪了的话，这个人就要无上救了。这么早就给鸟啊？Come on！没有千机楼的交速，只能不谈了。哦，我有，我带了底牌，无所谓，还是他救。搞事情啊，兄弟！你还想揍他？
秀超多了呀。不是，你怎么还有球啊？我傻了。运气也太好了吧，星球。还想揍我呢。就没板子。因为我点了绝裂，我不需要闪现啊，带闪现白给。消耗你护臂，我不着急。我不仅要锤你，我还要挂你。我姐已经到了，这边直接让她赶吧，让她秒救。继续短锤。鸟还没交出，缺鸟了。还有一次
没了。我技能白给了，小问题，平局吧，反正没打算赢，因为会计抓的是佣兵，是赢不了的。这空姐开另外一边门，才蛮多。好，哎，他没开。哎，反正也养到了。可以用上的，我不仅要带金身，我要带金身锤前锋，开个玩笑，锤他必平。这波亏呀、啊，应该是能摸好，摸好还能跑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今天就闷了个头在那修呗。回了，没看见。找人去了。
应该是黑妹，快走！看见了，被走位了一下。没球了，有鸟，鸟要救他们。金枪不换，等我要用。并不用刮它。但还是得刮，现在再重新起一台。挂了吧。没修了，过来救人了。这边发信号了，收到要好了。在二楼。跳起来了。这开得了门吗？两个人往起点跑，只能坐车。我还有传送。车还被人开了。你跑不了的，这能跑哪去？还被吐一口。要赚点百分了。好像是谭龙
不应该打这种误认，乱玩。这把估计又得白给。大房不能追，也不是不能追，不好追，懒得追，花的时间太久了，不如一套带走另外一个人，都是赚的。这把可能要往平局打，电击掉的太多了，这边香水三瓶都用上了，除非这就用冰霜倒了，好像还可以让他救不到人。哎呦，我贪了，慢慢打吧。不敢打针队，我打针队的话，那电击我怕点了。所以我打算拦人。没拦到，凉一半。先是跑了，先是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脚印是先知的了，真就狗大房不出来呀、啊、你好狗。无所谓，你们插机子吃不完。下一个误认先知死，陈阳师起不来，空姐起不来，佣兵秀的慢。
顶着眼修，顶着呗，顶得住吗你？把他挂了手机上，空姐没治愈。佣兵五层后遗症，我打了他四刀。第二次那一波，这边要开枪。啊，那个人就只会往大房跑了。我把佣兵挂了，我再找你，我不着急啊。幺二挂，他有治愈。不敢摸。又敢摸了，那应该是没了，投了。我去小门，小门怕不是一只前锋在那修。直接往三连这边走，强势都比前锋要好。他还下板子呢，不下贪。这么早就给鸟啊？时间刚刚好，再卡了一波，不让他进大房。你觉得你骗了金身？爆得掉吗？差点翻车了，秒掉他亏，我不亏，刷血条而已，不撞了。金枪先不换，万一是黑妹救的话有猴。刷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换了。他提前把这猴交了，这边可以杀前锋了，前锋没球了，限制单步地吧，反正他在骑一台，这妹，他骑完一台又接着修，目的，他应该还有球，不着急出刀。手机子啊。
红塔和墓地，先知救，先知过来了，黑妹补他机子。那你这能救得着吗？跑墓地跑到三连，我打个十几刀你都救不着，更别说误认了。去了，刚才不是碰机子了吗？揍一下盖一板子，且甭管多了。春天有点烂啊，小木屋那个房间有人，还不止一个。谁跑了？这前锋，死掉。最好不要他转大房，只要他不转大房就好打，他转大房还不好打，没丢着。反正他没加速，把他卡在这儿等无人，你把他，不然让他牵着鼻子走。这你都敢翻，牵着鼻子走我就炸了。没蹭着啊，为隐身撞到我干嘛不骗球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瘫了。小问题，哇，你是真敢拼啊。大房没电机，不需要追了，追了白给。那我插空姐。
是真敢撞呗。每次遇到前锋，先知过来救，还能拦一次。现在就不一度画这个先知，立马就把前锋摸起来了，再摸了。哇，这还搞不搞了？我真的起脚打你！好像是在外面晃，小木屋应该也有一个人。哎呀，这都能躲。这胆子也太肥了吧！啊？先知还得回去修机子，去追一下，把追力亮起来先。追力的移速比没开技能的移速快，10%。打到。节奏不好，要平。这波看看要不要空姐过来救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如果他这波要空姐救，我能赢；他如果要佣兵来救求稳的话，估计是平局了。差一台。佣兵救，那应该是平局。不过过半了。先把他扛到死。小心空姐吧，空姐应该在附近。平了，这把必定平局，不可能赢的。闪现100多秒的 CD， 带金身抓空姐这风险太大了，万一碰不着空姐，差不多就没了。再来这个弹射空姐嘞，不带怀表的。
哎，不是你这胆子这么就真就这么肥呗？看是你一次快还是我一次快，差点搞成污了，怎么吹脸都这么烂呢？我先往这个方向走一走，看看是谁吧。哎呀，前锋修大房，表面回去，然后石头我又过来追你。有好几个人都苟着了，不修机子，大概两个人都没修。这还吃的是夫人啊？我都已经准备好插刀了，鸟都没交出来。不是他，这是黑妹，空姐会过来救。空姐到了。来开枪！哎，给力呀、啊！你不去叫先知，你优先叫空姐。小萌呢？不来拉倒。
二楼也没见到你人，匣子也不开，再回去看看。角落找找。我不杀前锋，这黑妹就不起来了，就是地上亲吻大地。箱子开了，现在开始开。指南筒，这边箱子没，还真在角落勾着呢。开球！还有护臂，可以接力赛。然后等会再敲完手电筒。干嘛呢？这孩子在爬，我的天！不好意思，两层困兽之斗，恢复的很快的。佣兵告辞。寒舍空姐没怀表，给力啊！不敢玩窗户，操了。哎呀，没领域。这把节奏不好，佣兵都亮了。
鬼还是弱了一点，这人方面弱。他二级火贼强，一级火就贼弱。哎呀，还无伤救了，平局以上了呀，刀还没抽出来。沙罗，这把要输了，摘了个树种就没了。哎呀，致命空刀！没了。天之小木屋，两个人。哦吼，这黑妹要出巫人了哟！啊啊啊啊！我瘫了。白给啊！免费一刀，让我拿我都不拿。滑来滑去无所谓了。应该是不是跟着打骚扰了？自己跳了，你还不跳是吧？怎么没什么球？看能不能拦住我。
无龙无人。人家以为我不敢锤他。根本就没时间去踢机子，忙死了。他那一匹香水真的不憋得不焦。摆带，技能又白给了，头大，这把就是太忙了，没时间去把这个机子给踩了。没地窖，这把就换个叉眼的收益都比这个市场要大。先知起点，我不想追呀、啊。本来就不是传送，他的话坐车还麻烦。空姐那得追呀、啊。怀表空姐。哎，无所谓，跑，我八秒追猎跑呗，跑得妙啊。这个追猎亮得快得很，八秒还怕你不扔。就挂终点吧，我就不挂那个，不想手机锁定。
的球。鬼屋那边。哎，他开了个桥人呢。不救了吗？好像死鬼了，赶不到呀。又开始这还弹刀？哎，我真是急成一匹马。不着急，我拖传送了。这边被前锋一直在这边拖，
还是崩了呀。那用一下护臂吧。让他躺着吧，不管他了。弹射空间，这都没中吗？那我要炸了呀！这边又没被摸好。哎，我瞎了。然后空姐残血记得修。这还不回来了，这是有点强。治愈还在，治愈没交。他只剩一个护臂了，他如果倒了还可以打，他如果没倒的话不好打了。海边可以，他不打算就是骚扰队友电机。先知没修啊，可能是先知救空姐，他救不了，他也没怀表，阳光机被踢了，牛逼被摸起来了，卖了，换场送嘛。这还想摸好的。
又不在摸人。空姐没怀表，让他怎么救啊？涨水，怪不得。长血都扯不下来人呢。僵尸，追一会儿吧。不追的话，他这边是绕到沙包那边去修机子的。这都抽到了，金了，给力哦！上涨加速，滑回去了。给他套鸟了。还想回血回手掏的，还来，小子哪来的骚操作？那板子肯定不是空姐，空姐估计绕了。再等我五秒。时间刚刚好。先自救。你看，哎呀，接着撞200分呗，满脑子200分，我就等着你撞。
直走吧。魔术师。先不着急用丝啊，肯定拿不到刀的，没必要用。还要踩个丝再吃一刀，迷信啊！二楼追不了了。那边电梯没人，没人摸得了他。空姐亮了，这波节奏不好。追了，魔术师出来了，没必要追了。这把有点惨啊，很惨。这电梯也守不住了。要品的呀，品都不好品。这只要白给了两层丝，人还老公丢。炸了！还去开了个柜子，我也是醉了。
还弹一次刀。留一个算了吧。这打的啥嘛？打个魔术师都能跟丢的，震惊声了。有前锋，他没往小第一时间没往小木屋里面翻，小木屋有人。还好 K 局先知，再赶出去，现在还在板区上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差点白给了。我杀前锋，我让他找挑枪去了。自己回去了，给力啊！看谁救，用兵亮的先知没修，先知弹幕成功，那就是用兵救，吐一口打一刀，闪现先不换吧。取消操刀了，空档啊！你是哟，你失误了，那你得死了呀！还可以挂，全是起来的慢，比这边挂人还快。双挂，我这不信你们不救人，那还真不救啊。死了，
哎呦，白给了。狗都不出来，我又没挂了吧？让它起来麻烦。我边挂边找，我十多，它残血，它也拿不了针。如果发现了一套能带走。我还有加速，8%还是5%？我们不去，小门的出任点风险太大了，先知要找墓地，没转，应该是转101床的那个地方，也没转，应该是有加速那转小门了。哎呀，还操刀了！今天的声音不像操刀的样子、啊。不炸了，空两刀，无刃空，实体刀空。还空一个无刃，给力哦！估计他第二只鸟我都要吸出来了。看能不能拦到人。难道人还能打？拦不到的话没了。
难道了。再来一次，空姐这一波没拦着。我就知道他第二只鸟吸出来了。着急了，再追真的没了。要贴门去也好了。哎，我应该出刀了，我以为他们没点，我傻了。看一下试试，叫在哪？我不知道。好吧，地窖在附近。这把太白给了呀！本来开局挺好的，人没追好，空一下，空两下，一直在空。弹射空姐吗？怀表枪，弹射，弹射的话可以不用抓，把他枪逼出来就可以走了。上哪个玩意找我？交了就走。有快盒子。
女给他放的。秦风在这里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我没带困兽之刀。还弹呢，我炸了呀！他跑不动了。反正这空姐没怀表，救人也是刷血条，往哪救？那怀表全交。这有慢盒子，你摸得动啊？你我这包人，瞧瞧，怎么到处都有人呢呀？
刀子贵，板子一下它就废了。他终于忍不住装推进器了。哎，为什么他一直都是白色的呀？哦，可以，我听见了巨板的声音。闪现，快交快交快交！哎呀，这怕不是打了金针。还不交吗？闪现，是，哎呀，哟，你还不交，你还，你要回手掏的，你看这小整一脸回手掏的样子。有点尴尬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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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尴尬。他真就憋技能呗，一直憋着不交呗。这都不叫精神了吗？你是真能逼。兄弟，你过来补一下，我要去救人啊。走，交了交了，他终于交了，他迈出了他的第一步，他终于把闪现交了。狠人好吧，真是个狠人，他就一直憋到现在交闪现呗，憋了个闪现装金身。我碰一下他没一刀，兄弟，了解一下，帮你操作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搞快点！没一刀，你怕啥？直接扯！空姐往我这跑啊！
像没追了，要么就去晚了，不是没追了。撞墙了，我的日，我的天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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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！救不了了，救不了了，空姐等死吧。下板速度不是前锋，太慢了。怀表吗？弹射。没有提前下板子，我先不看他。爆炸。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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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惨一点吧，五秒就前锋这边没人摸他，黑妹三连先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秀一手残血救人啊。等呗，那我就给你等呗。哇，日，二十秒这么久。
都看呆了。不道德啊，刀短的不道德。完了，炸了炸了炸了，这把真炸了。不能乱搞啊！哎，能赢的局给我玩平了，重装了呀！这晋级要几点了？真是撞脸了。没人开门，低调不在这儿。平了，这把是真平了。哎呦，玩崩了，玩崩了。不应该呀，太亏了。再不走，什么意思？还想搞点分刷。又不是不会玩，只不过玩的菜而已。
我刚飞那个先知就进去修机子了呀，你也太给力了吧。而空姐我也锤，我有决裂我不虚。怀表空姐真给力啊。踩个板子要了你的老命一样啊，妈耶。哦，这个刀用兵修不完的，没有用。他修完了，我就炸了。哎呦我靠！只剩一台了，应该还是他救。给力哦！我空一万刀，我这机子没了。那佣兵重新起。
你又没护臂，我直接把你吸个魂，你救得了人吗？不，把这的。没有用啊，我有这个，哎我这，还好恢复得快，开心吗空姐？搞一波一手还四杀的。